啥？这都是赶超新鲜的。你好，回来带一点嘛，美女。你们是外地的吗？嗯。外地的带一点，让老板娘给你倒一点给你尝尝，挺好喝的，美容养颜的。美女活得更漂亮。这喝着玩的呀？不是，这个是美容养颜的，那个洗牙膏的是。酸了你就再加一点糖，如果喜欢的话。喝不来这个。这是啥子嘛？那个是个牛肚肥肠，牛肚子。那个是牛肉。这个是香辣，这个是麻辣，然后这个是五仁酱。辣椒酱啊？啊、嗯。那个是啥子酱嘛？五仁酱。五仁辣。啊。还有萝卜干，那个是牛肉酱，是剁椒酱，还有那个是芸酱，炒菜的芸酱。你说这边的也可以。那个是啥？还有那个芸酱。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萝卜干。
老师讲啊，云江炒菜呢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云江啊，炒菜要跟得关系。我们卖东西，那就免费尝。不啦，不是啦，说不出来的味道。尝。酱都要有一小点，如果你盐巴少了嘛，它就酸。贵州江都人都是要吃盐巴咸，晓得吗？尝一下，谢谢。萝卜干可以尝哈。哎，这是啥子啊？哎呦！哎，可以了，马上就出锅了。这是啥子啊？鸡肉。鸡肉啊？哎，对。味道不一样吗？两种。不一样。一个麻辣，一个五香的。这个是麻的，这个是不辣的，你自己尝尝。刚才吃什么？招牌花椒鸡。花椒鸡啊。对，放养的三黄鸡，七块钱的。我们的招牌菜，糖醋肚子、耳朵、红嘴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想吃怎么样？这个是啥子哦？豆腐。豆腐啊。黄豆腐。
不好买吗？不好买吗？我给你买我的东西，我要去买。你先买，我要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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